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会使吼。好啊，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啊，今麦这个时间吼，由我来和大家分享。咱住伫即个台湾，即个台湾四边拢是海，但是咱对海了解有偌济？咱未来台湾重新建设的过程当中，咱对海的认识啊，甲利用，对台湾的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啊，今日我用即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咱到底对海了解偌济？咱阁需要了解偌济？即摆吼，我用四个概念吼，和大家来分享讲，咱对海未来用什么角度来思考咱所需要做的代志？第一，就是讲海权的问题，每一个国家伊拢。对海有伊个权利，对陆地伊有伊个权利。一个国家的形成本来就是安尼，你主权甲倒位，伫这世界内底，大概会去建立你海的主权、土地主权，包括天顶。进前中国要划一个伊航空识别区，讲你若飞来即个范围以内。你就要甲阮报告，无我甲你当作敌人，要甲你拍落来，要甲你拍落来，迄是看我迄阵仔的判断。且空天顶天空嘛有主权的范围。对海主权的范围是非常真歹界定，因为海伊即个面积一直变。咱知影讲一天有两摆的涨潮退潮，涨潮起来的时阵伊个面积变大。有的所在就去有海淹去。你讲遮是算我的，遮海淹去了就无看啊。海伊是一个变动的面积，所以倒位是算你的。包括海的下骹、海底，因为海面你看的乌拢白白拢是海水，但是海底伊是陆地的。延伸，伊陆地的延伸有牵涉到，即马作者的概念讲，其实钓鱼台含台湾的这陆地是连做伙，所以迄算我的，也要算谁的。所以海权伫即个海的主权的面顶，其实是咱对主权的认定，后来较慢慢建立共识的一个概念。永存就是海向有法度行到遐，遐就谁的。所以咱迄阵啊，捌听过英国是日不落国，伊海军上强，伊航海技术上好，所以全世界足侪所在拢会去。有法度去，你无法度去，遐就是伊个。但是渐渐到尾即个主权海的主权的概念，慢慢啊透过国际的协商，透过专家的研究，变安那界定即个海。即个未来陆地的主权。其实较简单，因陆地主权真简单，就是讲你甲倒位哈，迄个日头落山嘛是安尼，日头起来嘛是安尼，遐都袂变。所以你土地的主权，土地面顶的主权较好来界定，但是海的主权有较麻烦，因为海内底还佫包括资源的问题，包括鱼啊，今仔日收来个只算我的，明仔收去你的领海就变你的，你也直接共了了。走过人遐就无半只，安尼这是平安来算，因为这海大概公家的，所以足侪问题，譬如讲渔业伫海的主权内底，都真歹来确定，尤其一个洄游性鱼类，譬如讲乌鱼啦、吼乌鱼啦、乌鱼啊，到冬至的时阵，拢会为赤道遐爬起来去日本遐产卵，遐沿路收、沿路收啊、沿路放掠。所以乌鱼袂爱算相诶，所以伫遮海权面顶，
关系到鱼群，鱼群就用这鱼仔伫内底收来收去，啊，咱要安那互相来做一个协定啊、哦，因为你也共掠了了，后摆就无鱼种，无鱼种后摆大家拢免掠，所以这唔是哈尼啊简单的问题。像咱土地讲啊，看到我起来定，这边就是阮这国，那边就是恁这国，海权非常复杂啊、哦、啊，所以未来咱对海权的认知。绝对要有一个国际性的概念，就是咱国际安那来规范这个海权，咱必须啊有这款专门的人了解安那甲人争取这个海面顶的权利。啊，第二就是啊生态保育。啊，生态保育，大家啊看到一定想讲啊，生态保育就是啥物啊动物那个保留起来啦哈。啊，这个作祟的鸟啊，莫好无去啦哈。啊！伫海底哦，足水的鱼啊，还是生物哦，啊个保护无去，是安那？因为咱的子孙要去看到伊。但生态保护概念唔是干那安尼尔尔哈。第三个概念就是，咱对咱海的利用，唔通个海当作一个哦，哈大花伫远望，你都无法度看到迄边花。你太平洋这边看无法度伫太平洋另外迄边，啊，所以海真大。占全地球的面积70%，啊，海内底资源哦，足成用未了同款。咱也用这个概念哦，咱最近较常咱来看到诶鱼的问题。咱对渔业的利用，其实渐渐危机已经发生啊。咱若阁存即卖掠鱼的方式，真正到2048年无鱼通食啊。所以伫海虽然遐尼大。你看起讲啊，这鱼啊绝对抓不了。你抓，伊明年个生一堆去互你食，敢安呢？无呢？海即马渐渐发现，伊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啊，既然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啊，咱咩啊来利用？咱一代用得到，后一代世世代代伫台湾、伫全世界海的资源，佫有法度继续利用落。所以咱必须要有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概念。啊、第三就是国际合作，海和陆地无同款。台湾是一个海岛，和其他的国家拢无交界，陆地拢无交界，安尼咱和外国拢无关系吗？无可能，这是一个无国界的世界。每一个国家，包括咱最近顶啊，前一阵啊，太阳花甲啊离开立法院，而且太阳花到底是争取啥？争取一个对啊、自由贸易的情形下，咱要来保护咱台湾的这些弱势百姓。啊，但是敢有可能讲，大家门关关起来，卖含做生意，还是讲哦，咱为着要保护咱家己，咱的贸易的墙啊，起到足高呢？你卖关税拢个拍足重的，还是管制啥、专制啥，袂使互你卖？敢有可能安尼？未来国际社会无可能互你安尼。啊，所以含国际的合作。的概念是啥？咱要哪有这个国际观来和人合作，来达到讲啊，大家拢共同有法度得到好处，唔是讲合作了后怎咱方吃去。国际合作有牵涉到足侪你的啊一挂本事，好、哦，所以咱个听来讲到国际合作这块，咱台湾未来非常重要。啊，要完成啊，这个工课哈。哦但啊、有六个工作的方向啊，爱来努力。第一，含咱即马伫研究台湾即块土地主权地位共款，咱对海洋的法律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你出去含外国讲，这是我的，还是你的，咱袂使用感情甲人伫遐话讲。自古早，阮阿公就直接，阮阿祖，阮祖先就直接掠鱼，这款的袂使安尼讲。所以必须要有国际上大家共同啊承认的一个法律的基础，大家来谈判，大家来处理海面顶这些权利的问题。啊，所以这对台湾人来讲是较欠缺的，对中国的思想来讲嘛是足欠缺的。啊，最近因为我要准备另外一个演讲，我甲啊、因为迄个演讲是一个大学。去大学演讲啊，含一般咱伫外口啊，咱出去工作说明会，还是讲咱伫州内底啊，咱家己的场所
你做演讲完全无同款，因为咱是客人的所在，尤其是大学，大学内底伊毋是像咱一般会用PowerPoint 伫做做讲你讲的方式，步步每一项所讲的内容，拢必须要提出证据来共说服。阿咪啊，那甲咱台湾主权地位用有证据的方式来共说服哦，每一项。每讲一句话，拢爱提出原始的文件。啊，结果我最近伫甲开罗宣言顶提出来看的时，我甲大家讲，我发现一个秘密。开罗宣言是目前对中国来讲，伊认为要解决台湾偏俄的问题，必须要用开罗宣言。是安那？伊讲《旧金山和平条约》迄是恁去签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我拢无去签。啊，所以呢，既然我无去签这合约，我无要甲恁承认。哦，讲这回第一点，这是中国人的想法，无意思。啊，有人安尼应当讲，你无来签，你就无资格来讲台湾甲平和问题是安那？嘿，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处理战后领土问题，一个全世界参与战争国家拢来签的合约，你无签。无你的代志，你嘛无权利来讲未来世界大战了后要安怎处理。啊，但中国伊都野蛮，是安那？中国人定做即款代志。咱来看中国咧讲话，他咪讲伊会害死伊家己，伊啥害死家己？因为一切无要照法律来讲，拢靠大声，靠妄威，想要共吓。啊，所以呢，我看到开罗宣言时，我心肝内底都笑出来。中国咧挑伊啊！伊即马讲，我无要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无？啊，伊今提出开罗宣言，要来去争取台湾甲平和，讲迄是伊的。因为啥啦？伫开罗宣言面顶真正有写着，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满洲、台湾、平和、罗斯福讲要行动的，互你中国有确定安尼写过。啊，所以作者。啊，国际法的啊，专家也是讲，咱常常听到要去修订《开罗宣言》，咱常常安那讲，《开罗宣言》是只是 declaration， 迄是宣言尔，迄大家讲讲的，安尼无遵守，要遵守的爱签约，无唔对，这款的讲法是正确的。但你讲拄到中国阮土匪讲，无爱啦，反正我无签约，我唯一会用讲的就提这张，啊，到时提这张，咱敢有法度？用开罗宣言叫中国人去踢的台湾朋友，你无法度踢断，有法度无？咱卖甲伊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伊无甲你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嘛。伊提开罗宣言要甲啥物赌嘛？然后咱就含开罗宣言来甲伊赌，有法度无？开罗宣言内底白纸黑字是安尼写的，伊内底写着台湾甲朋友啊，形成了中国这段。罗斯福当初是安那讲？伊整个的内容。是安那会讲到台湾个朋友要行动去予中国？因为罗斯福甲蒋介石要求，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伫作者国家，美国希望遐国家遐所在要去殖民地化，所以东南亚一寡菲律宾啊、辽国、泰国，迄拢是欧洲国家来殖民的。即个国家、即个所在，英准予殖民的国家、殖民的所在，要予伊恢复。原来因有法度主地，所以要去殖民地化。啊，去殖民地化的时阵，伫迄段内底，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去殖民地化的过程，你中国手袂使撑过来，加装备予因家己主地，要予因独立。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你中国手袂使共撑去英军人殖民的所在。啊，但是叫你卖来去占领的领土。回报你啥 ？In return， 我回报你啥？满洲、台湾、甲平和、日本，甲你偷摕去遮个领土，满洲、台湾、甲平和，叫日本行李。我怎看到伊用迄个 stolen 偷来个领土，我就感觉讲啊，是啊，即中国人中着美国人个计啊。咱刚才讲《开罗宣言》，如果伊所讲的内容，参与的国家即个领袖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因三个对
这个开罗宣言也有无同款的意见，无达到共识。伊报纸顶出来，全世界做美国报纸，英国报纸拢顶这个开罗宣言呢，照正常讲顶出来内容无我无要承认，应当爱安怎做？你应当爱更正其事，对不？这是足正常的做法，讲你面顶写的我无同意，所以伊要明仔载看到报纸出来了，隔天讲随导师去报纸讲。拍摄咱迄开罗宣言吼，内底有倒几项代志，我英国无同意，还是讲我美国无同意，还是中国无同意？无呢？开罗宣言一个伫报纸顶出来了，虽然讲伊是一个 declaration， 大家共识无签字，但是讲较歹听诶，三个拢是总统啦，汉尼啊大国家的总统啦，大家去啊，大家讲讲出来讲，阮的共识是啥？啊，隔顿讲。避免讲无，咱无签字，所以咱讲讲的，我啉烧酒醉讲的无算，干嘛会使安尼？你也要用你无签字共休令开罗宣言，他们讲这三个总统等于免做人啊嘛。后尾总统讲话讲了无算，讲用赖皮的讲我无签字无遵守，而且你无遵守，你隔顿讲你嘛定一个更正其事嘛无。所以中国人甲这两条开罗宣言是唯一中国提出来讲。你看，当初大家讲好的，而且迄是阮中国有参与的，所以爱照去行。好，我甲你讲，到时美国讲，好，你也要照开罗宣言行，咱提出来来，照开罗宣言所讲的哦，佮过来波斯坦宣言，刚刚咱来执行开罗宣言的概念，迄精神爱照行，好，拢照行，拢会使啊。但是美国内底做一手，中国人完全中计，是安中计。迄是中国人的低头壳，咱会记得林郑迄阵选出阿扁的时候，伊讲啥？阿扁窃国有无？林郑讲阿扁窃国，迄是中国人拍输人的一个反应。拍输人一定是敌人啊啦，阴险奸诈、卑鄙下流，伊拢无去想着讲拍输人是你家己含慢。选票选输人一票一票投，你选输人，你连讲敌人是卑鄙下流啊，这阴险奸诈。伊怕输日本，伊日本认为领土去予日本摕去，日本是个窃取的，是个偷的，用抢的、野蛮、无正常的法摕去的。所以伫伊的概念、伊的思维内底，伊今仔去甲乌战争怕输日本，迄是日本奸诈、卑鄙、下流，安尼，毋是照正常、照起刚搞赢的。所以伊去伊甲台湾朋友摕去，伊是卑鄙、下流、下贱，啥物想想的，就是搞偷的。所以伫伊认知内底。美国怎损伊个义工？好，伊白做伊安个事哦。你也唔相信去调美国国务院诶，即卖档案库内底开罗宣言，我都提这要来迄、那个啊，大家讲，伊面顶真正写 stolen， 真日本个偷摕，到时要来处理个时，然后美国好啊，白做伊咱照来处理，咱来问日本，你当初是安那共偷摕台湾票？日本一定个讲歹势吼。我无甲你偷吼，偷啥物意思？咱会记咱即马你讲法律的时，每一期每一期 People of Taiwan 和 People on Taiwan， 迄 of on 咱都计较到要死的有无 ？Acknowledge 跟 recognize 咱都计较到要死的对无？是安那？国际社会讲，尤其是用英文讲的时，咱都要照英文迄个字来解说伊的内容。Stolen 是啥？偷。然后啊，当初我答应的字是啥？日本甲你偷台湾个朋友。所以也行哩。啊，咱即马到时要用开罗宣言来处理时，咱一定要来认定讲日本有共偷无嘛，对不？伊个前提是安尼啊，前提是日本你甲中国偷摕台湾甲澎湖啊，所以罗斯福讲偷爱行。啊，但是咧，到时也要收过来国际法庭讲，安尼咱先叫日本来，你当初是安共偷台湾甲澎湖，伊说甲。嘛，因的下官调提出无，我台湾甲朋友唔是甲偷的哦，是甲我战争了，伊不爱拍，无去继续拍，对吧？拍到你拍过啊，你不爱拍，不爱拍，咱签一个合约，啊合约我甲你讨台湾朋友，你嘛好过啊，你李鸿章嘛签伊，我嘛签伊啊，我当时甲偷。开罗宣言内底讲，日本甲中国偷来诶台湾甲朋友，爱行伊啊，无唔对，但是前提是啥？伊日本爱共偷，啊，所以开罗宣言照行，中共嘛偷无台湾个朋友，
是安那？人日本人就甲你偷的啊！啊，中国人空空，因为一直想讲人个相拍，伊也拍输人，见摆拢讲别人阴险奸诈，拢无咧想着家己功夫歹，拢牵拖别人。啊，所以这法律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中国的思想内底，伊一直无这个法律的思想，伊敢有霸道的思想，今仔拍赢就甲你拍，拍袂赢就来讲儿子打老子，有无？第一本册叫做《阿 Q 精神》，拍输人只要用口头上占人的便宜，讲好啦好啦，我哋都囡仔拍老爸啦，啊，红精整个面青春春，讲囡仔拍老爸，伊敢用安尼？中国思想内底，伊完全无法律的概念，无要向人讲道理，拍赢就共欺负，拍袂赢同骂。啊，所以伊今仔日含伫开罗宣言这个含境内底，爱怪谁？怪伊家己。中国人无法律的教育，无法律的思想，今仔日国际社会去予美国佮做手去，活该。第二个，这是最近咱嘛感觉讲，哦，这非常重要。韩国一只船。袂晓驶，乌白驶，驶到变变过。迄台船伫迄条航线内底开几年啊，从来无代志。迄只船是日本的船，人日本开几年啊，无代志。啊是安那？会安尼？因为伊海上伫开船，即规范无照规矩来。啊，无照规矩来，发生代志了后，咱当然无法度避免伫海上永远无代志。因为当时毋是人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发生纠纷，譬如讲，咱用去年啊，咱啊，伫小琉球一台船去用菲律宾给拍死，存在伫海上，咱的公民开着咱的船伫海上咧作业，啊，拄着代志，台风拄着即款冰船，拄着强盗，啊，即马要咱来处理。咱来看即个韩国即只船变轨了后。因所做的抢救的这个过程，无半步，伫失踪这200几个人救无半个出来。啊，即马船规只沉落啊！啊，叫家属即马讲无安尼啦，好啦，卖过伊啊啦。阮愿意承认讲伊已经死啊，无你看船啊吼，内底人甲咱揢出要尸体要领登来安葬啊啦。咁今仔日全世界。拢无法度把这只船内底人救出来吗？咱无迄个技术吗？咱来用即届的经验来做一个检讨，后摆啊，佮拄到即款代志，对一个国家来讲，要安来救这只船啊？所以海上安全包含真宽真宽。第三对即资源的保护哦，佮环境的保护，咱头拄仔讲到生态保育，生态保育毋是。干那要保护遐真水的花鸟生物啊，留咧啊是安那？因为后摆咱的子孙看会到，啊是讲外国会用来只观光，咱用赚观光的钱。生态保育这是第一层次的思考呢。生态保育有一个较深的思考，就是讲咱人对环境的改变足无敏感度的。咱一定感觉哦，环境有污染，安那话，空气内底有臭味。你闻到哦，这代表空气污染。你看到水变乌啊、变臭啊，鱼啊死啊浮起来，讲哦，水有污染。咱必须爱看到环境这呢啊激烈的改变的时阵，咱才知影讲这个环境有改变。但这个环境内底其他的生物，有诶对环境的改变作敏感。你小看一个变动，有加一个啥物件出来，还减一个物件无去。有的生物就无法度活落去。生态保育，伊就是伫这个角度内底去做所有生物活的这个所在。本来咱就看到一种鸟啊，也是看一个蝴蝶，啊，这蝴蝶奈忽然间今年无看，也是讲有一个大概差不多10年前发展出来一个污染的物质，叫做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为这个污染的源头流出来的时阵，水也未变臭，鱼也未死去。啊，是啊，怎样有环境荷尔蒙？因为规条溪内底本来迄个啊，当运动是刚个到尾一比一，
甲尾发现讲奇怪，安那拢变母的，啊变母的伊爱刚刚母刚好都生后代啊，啊剩拢母的时阵，这个精就灭去，是安那伊无法度生后代。啊，是安尼甲发现讲，哦，原来环境内底有一挂物件，你鱼仔还未死去，水还未臭去进前，就有产生影响。这就是生态保育一个较深的概念。咱保护这些生物，爱检查这些生物到底有无去无，唔是为着要互子孙看，而且观光客来看尔，是做一个生态的指标，讲咱的环境有改变无。咱也袂感觉讲哦，空气臭气、水臭气，进前有咧改变，咱发现改变，要来处理，加较好处理哦。你若要像高雄前镇头安尼，规个臭高高啊吼，我咧处理较紧啊。社中庭武国武作古，单局武作古，即嘛勉强讲，住伫前镇头边仔的人，窗仔用开开白臭啊，但是水咧，你甲看个水，土迄个河溪底嘛是个乌漉漉。当时到就变好，要足久足久的时间。所以咱若环境已经不管迄款嘞，咱真正看袂做的时阵，家来想要来改善、保护、维护啊。你开落的钱要来改变、恢复伊原来的状态，你开落的钱用的资源，绝对是你想袂到的，有可能嘛无法度恢复。啊，所以生态保育要用这款的概念啊、来。保护的时阵，咱才有法度，予咱的子孙活伫咱即马有法度活的环境。唔是到尾啊，最后全地球的人要搬去火星，还搬去倒位，另外找一个所在来住。地球啊，要继续住嘞，必须要有一款较深的生态保育的概念。啊，咱的资源嘛是同款。咱的资源，咱若讲哦，这譬如讲啦，咱即马讲。咱海底有啥物资源，咱就较紧提起来用。咱来知影，足济资源，比如讲石油，你用一粒，地球就减一粒，烧起就无啊。因为啥呐？石油的产生要经过足济年，而且对即马的地球来讲，除非你个火山爆炸，把一寡物件砍落土地，无你无可能产生石油。啊，既然即款呢，地球已经无存永存。哈尼啊，无安稳定，无哈侪火山的时阵，你要阁产生石油，无可能啊。所以咱叫地球面顶的石油，用一粒就减一粒，迄款叫做有有限的资源。啊，啥物叫做无限的资源？就是风啦、啊。你风用伊的力用了，风明仔载咪阁吹来，伊也袂消失去啦。太阳能勉强来讲是一个无限的资源，只要太阳无破去，进前这太阳能拢啊阁继续伫遐。啊、所以咱对资源的概念内底，咱就必须要有这款的想法。一款物件用就无用，咱必须要加强开发的啥用袂无的遐资源。啊，所以海洋的资源如果是用的会无去的时候，哦，咱就要俭俭啊用啊呢。咱袂用讲哦，咱即马发展一个技术，啊，因为足好用的，所以先提来开。你先提来开，后摆子孙啊就无通开，吼、哦！啊，所以用这个观念所发展出来海洋的产业，咱就爱啊，足认真来检查咱的产业内底对咱后摆未来子孙有影响偌大。唔通咱即马赚着钱，咱即马有法度摕着钱，有法度摕着这资源，啊，肯开开掉，后摆咱子孙就无。啊，安尼坦白讲。无猜咱一只礼物，咱因为高级班，常常你也听来讲啊，后摆咱来做官，后摆咱来替台湾规划咱的政策。啊，有一句话啊，广告常常你用着，官也好，啊呐，人生着彩色的对吧？我讲啊，官也好，台湾未来才会彩色的啦。官也歹，啊，且个官无好，我讲用台湾未来嘛是黑暗的啦。所以咱一只，咱所斗阵追求的是啥？追求是台湾未来要较好嘛？啊，无就互国民党管就好啊，无就民进党管就好啊，继续搁做伫即款世界无身份的公民，华丽也无要紧啊，你也赚着钱啊。所以咱今仔会组织一只来受训练，就追求的是啥？追求就是希望咱会用透过法律来彻底改变台湾这个身份。
让咱台湾伫世界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啊，正式的身份过来变啊，哇，佮含国民党、含民进党，因伫执政的时阵，安尼不？啊，咱大家都慢点无用啊！啊，即便安尼不，我伫大家拢无考虑到未来，安尼甚物人来不，拢是共款呐。所以，咱未来对台湾用海洋的角度来思考的时阵，咱必须爱有较远的想法，爱替子孙来规划后摆，因后古法都继续活伫台湾这个土地面顶。第五项就是教育甲文化，咱台湾足欠缺海洋的教育甲文化。咱台湾，你读着的册，我细汉读着一本国文的课文，讲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啊，这款课文你读了，你对海的感觉是安那？海足恐怖的，恁老爸去讨海，可能无法度回来，因为啥呐？可能会死在海面顶。咱细汉拢叫咱囡仔莫去海边佚佗，是安那？会去予海水淹死。所以咱的教育一直叫咱莫去接近海，海是恐怖的，海去无小心就会死人的。啊，但是台湾四边拢是海，你要走去台啥片？所以台湾未来对海的教育非常重要。伫所有海岛的国家，因为四边拢是海，你必须要予你的百姓唔惊海。敢去接触海，去欣赏海，去利用海的资源，不是讲哦，咱大家避到远远远，因为海足恐怖。咱台湾只要海有毒死人，马上哦，管市政府把迄海水围起来，危险海域。敢是海域拢危险？讲较歹听，你个人要大家住在水底，不管你倒位嘛，毒死。啊，但是海敢真啊恐怖，咱只讲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你去海水流出时阵，你变呐？哦，我救人啊，我甲无力沉落跳去。其实海水也可以流出去的时阵，即马人足济啊，你去找网络的资料，一直甲伊教呐。你袂使为倒流出，就想要为倒倒来，无法倒倒来。因为啥？海水伫流，伊毋是水伫流，伊是规个海体、规个体、海水、规管伫振动。伊毋是一个方向，因为你长远啊，伊是规个水流，可能二三十公尺的水，诶，深度规个伫振动，迄个人无法度甲伊对抗诶。啊，所以你变啊，你着既然安尼甲伊流出来，你绝对无法度安尼登去，你要收去两边边啊。因为海水伫海伫振动，有进一定有退，啊，所以是啊，为只来倒转来，是因为它边啊一定水有入去，遐水才会出来。所以你少去往流出，边啊一定有水流去海岸的，啊，所以少去两边边啊，你就去海水给冲去岸顶，啊，你硬硬要改变，啊，你就翘去尔，啊，所以你只要了解海水给流去，你嘛袂惊。另外，你也不要收水，你都要学收水，啊，改用去海边佚佗，这是一个足正常的概念。所以，咱的教育内底欠缺，互你去欣赏海、了解海、去爱海的教育。啊、你也无迄款的教育权，你无可能产生和海有关的文化出来，因为你拢不爱擦皮，拢不爱去看，拢不爱去帮伊，你不爱去了解伊，你哪有可能因为海，予你什么启示？因为海，你发展出什么哦？美术、音乐，还是讲文学出来？无可能，因为你对伊无了解。所以海洋教育对一个海四边拢是海的国家，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第六点就是讲海的研究，海的研究，这海水透全世界。咱这对台湾来讲，黑潮伫咱台湾的东海岸，黑潮唔是讲伫台湾只叫做黑潮，迄是为赤道一直流到日本。黑潮这个洋流对岛国的国家来讲，拢非常重要。咱讲钓鱼台遐是啥一个足重要的渔场？因为遐有海子，就是讲海底有山，水流咧流的时，弄着山岩啊，水就要清起来。啊，水清起来，伊为赤道遐，甲烧水流。一般咱生物会用生长适当的温度，是赤道迄个温度。你伤低，生物生长作慢。啊，所以伊爱为遐烧水来的时，生物生长拢作紧，而且。伊安尼流弄到海底山的时阵，水也清起来。
一般水底无啥物营养分，是安那？因为长久时间啊，物件拢是落，拢沉伫海底，所以伫海水中间，伊营养分足低。啊，啥物时阵够营养分？就海水去弄到海底的山，海水怎为海底浮起来？海底浮起来时，伊就甲海底遐营养分怎啊揪起来水面，喂，海生，无去啊！揪起来水面了后，海水内底遐藻类够营养它来利用。啊，所以伫咱台湾足侪所在。有迄叫永生流，为海底涌起来这款流，本来呢洋流是水平的，啊永生流就是讲为海底，因为弄着山的关系，所以为海底怎讲，海水加起来水面，海底本来沉伫遐营养分拢加起来水面，啊日头一晒落，哦遐的藻类就生出来，生出来了就细只虾啊，细只鱼啊，都有一挂大只鱼啊，大只虾啊来遮食。所以它的渔产是安尼形成的，所以咱对洋流来讲，黑潮对台湾非常重要，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款足重要，对日本足重要，对美国足重要。啊，咱讲哦，老国家咱就家己来研究，够可能海遐尼啊大，以台湾的科技的能力，要来研究遮尼复杂的水体，非常困难。你讲我爱有一只船到遐去做研究。你敢呢？家己敢要做一只船？会使你啊！你该做一只船，你知影一只船爱安那维持无？台湾有做一只船，叫做海洋第五台，迄3000吨诶。干那维持一只船，放伫遐卖叮当，因为啥啦？你无可能讲请船长讲，船要开船，去网络上讲，我只需要一个船长，啥物报名，一届互你10万块，无法呢？你有一只船，你船长，你着请一个船长。啊！你无开船的时，敢免放薪水，嘛是爱呢。维持迄只船停伫遐一个月，爱几百万。啊，无叮当，嘛是爱几百万。啊，台湾够哈济人有法度做这研究，无呢？啊，所以伫国际的合作之下，咱台湾来做这海洋研究，确实符合成本。美国做这研究船，苏俄罗斯做这研究船，日本做这研究船。因国家较有钱，啊，咱对海洋的研究，咱若要用家己的力量，哦，家己啥物拢爱家己包，到时台湾无强做会好。所以海洋科学研究对台湾非常重要，但是这内底来研究这个物件，国际合作是咱有法度解决问题唯一的方式啊。好，咱较紧用快速来看咱台湾。啊，四边海，按提供偌济资源、偌济生态，予咱看。这是因为天顶所看到的台湾，啊，含永春差别无讲介济啦吼，是这边哦，看起來可能绿色的所在较少，但是你也近近看，你会发现讲，即卖台湾含永春的台湾其实差足济啊。山无像永春遐尼啊青翠，是啊，定定咧崩山。啊，啥来崩山？当然一方面是即卖气候含永春无同款。但一方面，因为咱人多，愈山开发愈来愈多，海咧，这是二轮溪，这二轮溪出来者，这海水拢变色。咱永春海水出来，结果是变绿，但是即嘛是变色。啊，消费带来，咱面顶的工厂啊，排出这废水啊，前几年青还旧年，迄日月光伫高雄遐，哦，迄真正进前拢去凹了过头去。到尾也是忽然间憋空，伊甲承认讲哦，伊有日月光遐尼啊大个公司，迄国际公司替台湾全世界偌济集体电路封装拢伊咧做诶，啊，结果伊会做即款代志，伊水较有钱，伊废水诶处理，伊既然嘛是甲你当一条暗供摆落客啊底，啊，所以你免去讲其他迄款较无钱诶公司。工厂，伊当然大数据给伊摆摆去啊，啊无变啊。台湾就是安尼不，一方面是人为，一方面是天然。但是天然的改变嘛是人为产生的。咱烧足侪石油，足侪煤炭，甲空气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用愈来愈高，天气愈来愈热，
天气愈来愈热，产生一个气候全球的大变迁。本来爱落雪的无落雪，爱迄个落雨的无落雨，啊，无用讲落雨先落一堆雨。啊，所以遮个改变源头拢是因为人。啊，来看台湾有偌济无同款的生态。台湾和澳洲非常非常同款，澳洲有乌的，台湾差不多拢有。啊，这是啥？澳洲伊是平，台湾是啥？立体。咱台湾有山，有足高的山，所以咱台湾有分布个寒带的生态系统。澳洲伊蔚蓝，伊的南回接近迄、那个啊纽西兰迄个所在，伊嘛要接近温带。所以台湾和澳洲非常同款，海嘛非常同款。咱台湾是一个会用看到啥湿地生态，会用看到河口。河口的所在对台湾永存是一个足重要养殖的所在。是啥？你饲蚵仔就饲蛤仔，是安那？海，咱头拄讲海水无啥物营养，因为海水较深，伊营养分拢沉伫海底。啥物所在上个营养？他都要讲诶，永生有一个，而且第二个就是啥？河口，河口就是讲为山顶，因为伫土内底遐营养分为山顶传传传传到遮，传到海，啊海去对稀释去啊。但是河口这个所在，就是伊当接触到海诶时阵，伊营养分上悬诶所在，营养分上悬，遐藻类就伫遐发，就初级生产者，有人直接生产物件互遐。啊，其他生物来吃，啊，所以一般咱台湾的河口两边拢是咧饲蛤仔，啊，无咧插蚵啊，啊，但即马咧，即马河口无存永存汉尼啊这所在，我都饲吼。啊，像咱东北边啊，作者即款岩礁生态，咱的东边都有即款大洋的生态，啊，所以咱台湾咧坐一年爱偌久，两三天，啊，你也去。其他国家，譬如讲去美国，你要去看哦，看鲸鱼，看海洋，啊，你都要去的。你甲几个所在有法度看的？去波士顿，啊，坐船啊，坐可能坐两点钟，哦，我去一届吐一下，干嘛？唔敢去。啊，无你在伫佛罗里达遐，啊，去台湾嘞，你只要去花莲，船啊坐出去，嘛免偌远，你都要就看到鲸豚这款的大洋性的生态系统。啊，台湾嘛有这款。含这无同款嘞，这是啥？海底的温泉。海底的温泉一般，咱对生物来讲，生物伊的生命来源就日头，所以日头照袂到所在，照例来讲无生物。啊，这是啥物所在？这世界啊，差不多啊五六位，这款嘞最深拢超过5000公尺以上。咱水一般200公尺以上就无啥日头啊，5000公尺暗面蒙山。绝对无日头，但诶奇怪，啊，遮哪有生物？伫遮形成一个生态，啊，伊安怎来？无日头哪有生态？生物咩啊？伫无日头所在哇？要想来生产物件，我教大家食，照无到日头，无法度光合作用，伊就无法度有物件生产。所以，这温泉生态系是地球上一个足特殊的生态系，就是透过这温泉，温泉内底流洪。硫磺做一个营养分，来予这细菌食，这细菌代替一般咱讲的初级生产者。一般咱讲初级生产者就是藻类，啊，一只是细菌，用利用硫磺的细菌，啊来予这细只蟳仔啊，即款管虫来只食。台湾有这无？咱台湾无4-5千公尺海底温泉，但咱台湾有这個。全世界大概有2-3个所在有一款叫浅海温泉，咱看到这只孤山岛，孤山岛你看这哦，白雾这啥温泉，啊这温泉多深，只要20公尺，啊温泉上水底看啥，往来一路，这种黄色的拢硫磺，啊硫磺喷出来泉叫做硫磺泉，啊硫磺是啥？硫磺拄到水也变啥？变硫酸。硫酸哎，硫酸唔是开玩笑，硫酸是腐蚀性足悬的酸呢。啊，所以这个是阮朋友啊，郑明修，这个是中央研究的研究员，
伊研究这個，发表一篇论文，可能咱台湾唯一啊嘛是第一件生物有关的报告，登起哩世界第一流的期刊，就是伊。伊研究啥？只靠物件哈大，靠有人要带哩只硫磺、硫磺水内底变硫酸，啊硫酸啥物生物有滴遐大？阮朋友讲，伊去遐做研究的时阵啊，哦，非常艰苦，迄水伫这附近的水掺醋变酸呐。所以你想看，你若泡伫醋内底，你会感觉安那？你看伊面，伊只无保护呢，迄规个面拢泡伫醋内底呢。伊讲底下做研究，你拼性命啊！但是这内底啊吼，下骹烧来烧去的，有一种针啊，这针啊是全世界甲台湾有尔。这个台湾的特有种啊，而且嘛，活伫遮尔，其他的所在找无。这针有一个足特殊的所在，你看伊骹。咱一般伫菜市啊买针啊啊刺啊，伊骹拢是那剪刀有无？大鳌让它剪刀。啊，大鳌跟它剪刀的目的是啥？伊要用伊只大只骹烧拍的时候，要甲伊的敌人，还是讲伊的猎物啊剪断？针啊，你烧拍的时候，伊拢甲对方的骹剪断，就是利用这個。所以咱所看到的针啊刺啊，伊的骹拢那剪刀。啊，这个嘞，这个的骹。那啥，唔是那家刀，那老虎钳，老虎钳的靠是啊平有无？唔知我都个物件夹无变。伊的脚那老虎钳，啊啥那老虎钳？因为伊活伫遮做素食的，伫遮这个郑教授伊研究出来，伊就讲啥只有法度带这款钳啊？伊要食啥？伊哩。研究了，到尾会员发现讲，这也无啥物物件通好食。伊敢是食硫磺？像咱头头讲迄个海底温泉，伫食硫磺，即马食硫磺，迄就惊死人啊呢！即马无法度食硫磺，啊，结果伊食啥？伊讲啊吼，打起研究的时候，定定天顶落白雨啦，落雪啦，定定面顶啊海水面顶，我落迄白雾的物件落来。爱甲迄落落白雾的物件落落，起等下实验室用显微镜来看，哦，迄种细只浮游生物，大家有捌去菜市啊买过布拉无？青的布拉是啥物事？透明的对吧？啊，白色就是煮熟的嘛。伫海水内底透明的物件，你敢看有？尤其遐细只，根本就当看透过嘛。啊，所以遐的物件是啥？遐物件都是浮游生物，即温泉喷出来先，又个生又个烧，主要讲遐为黑潮，他都讲黑潮为赤道带来即营养分，伫面顶底下光合作用，细只虾啊，细只鱼啊，伫迄个水面，因为透明的，所以看无，但是去有即温泉啊煮熟了，怎变白？啊，白煮熟了，怎落来？啊，即只嘛伫下骹捡即白物件咧食。啊，所以啥，人是食熟个哟，伊要食青哦，伊拢只食熟个。好，既然这个物件拢煮熟个，也袂走，也袂酸，要紧下旬，你也去自助餐，要紧物件，伊也该摕一支剪刀互你，要紧物件你咩个？要紧物件一定爱从夹巴嘛，夹巴一定爱平嘛，那硬有物件。所以这芝麻是爱活伫遮，到尾伊个脚会演化做平，因为伫遮无需要烧怕嘛。太好过日嘞！物件煮熟熟，啊，搁叫你食饭，搁落落来伫你面头前，互你吸。啊，你啊，大家用剪刀的钱拢食无，所以发展出来，大家拢用眼啊，用眼夹吧，夹吧，底下啥？吸只个落落来浮游生物煮熟的来吃食。啊，伊把这个故事发现这个事实，把写作科学的文章送去世界第一流的。雜誌叫做 Nature 發表出來，哦，所以說在台灣他說像蠢一樣行路都橫著走他那批報告出來之後 李遠哲他做中央研究的那個院長他叫他說你要多少錢你研究要多少錢、他說跟他說因為做這種人 不需要開什麼錢跟祖孫嘴唱嘴而已伊讲我唔知道要开，不然咧先500万你提去看要买啥物设备哈。所以伊伫台湾迄阵刚发表出来是欢喜咧惊，大家看伊拢会惊，因为倒一个有材料，甲你个研究导去 Nature， 台湾做生物无一个有这个材料，甲伊甲这台湾这样咧特殊，世界
敢若咱遮有？世界有伫意大利有即款个海底二三十公尺温泉，但是因无即款个，所以这是全世界真特殊、真别人毋知影个啊！台湾才发现个一个足特殊个生态，所以咱台湾四界拢是宝呢。所以这就是啊，虽然咱台湾非常小，但是台湾你也甲深入去探讨足济物件是世界唯一的。啊，第六种就是珊瑚礁生态。大家看这一支一支顶壳壳的，那石头，这就是珊瑚。啊，你看这鱼啊，你想看卖，伊啊生细只鱼啊，像藻类内底大只鱼啊，敢食会到？你要甲大细只鱼啊食，第一鼻啊去堵着这。啊，所以。包括鱼啊啦、乌贼啦，迄乌贼个趣味，伊个生迄卵鞘啊吼，吐出来，佮用伊个手啊吼，啊个送入去内底。所以伫珊瑚礁内底，伊非常真好趁食，而且生细只鱼啊，伊后代真好味，等候有真熬熟，会晓我都秘大只鱼个群佮熟出来。所以珊瑚礁是全世界内底非常非常。生物的种类足侪足侪，一个生态系统，这是地球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系统。因为这内底水足清的，啊，即个你看有色的所在拢是藻类，拢是细胞内底藻类，所以伊有法度光合作用。咱地球讲赤道的雨林带，就是咱地球的气嘛，对不？咱地球三氧二氧化碳，迄、那个地球迄、那个。雨林带主要就是要甲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用掉的所在。咱的海洋内底，珊瑚礁就是海内底地球的气，伊我都吸收足侪二氧化碳，甲用掉。啊，所以一只足侪生物，讲有一十万种已经知影，啊，讲有八九百万种唔知影。你敢会感觉即句话讲足奇怪？啊，既然你唔知影，你哪知影偌侪种？既然唔知影，你哪知影偌济种？啊，这当然就是用预测的，其他预测，你也去创作去呐吼。你以咱目前发现新的生物的速度来预测，定当有足济啦。是啊啦，有足济你也无专家去，你叫是迄唔嘛啥？我有一个研究伫绿岛，伊做海绵，恁知海绵是生做啥物款？但是迄款海绵，哪一顶纸呢？看伫个珊瑚的面顶，乌乌，啊！你也唔知啊，你也唔是做海面的人，你看讲，迄乌乌是生菇，还是啥大啥物件卡伫面顶？但迄是一种生物，所以表示啥？咱对生物海珊瑚礁内底生物足济，你也无专门的人去研究，你根本看咧唔知啥啊！所以，一这样子一生物，伊其实对地球的人口的，是拢是足济人。啊，全球超十亿个人是靠这咧食穿，啊是安那？你看，遮足侪鱼，遮足侪生物提供人伫遐畅水。你卖个食，你有落去看，你就拢赚足侪钱。澳洲的大堡礁就是靠这替澳洲赚足侪钱，所以澳洲是安那对大堡礁汉尼啊照顾，嘿，对伊来讲是足大个资源。啊，所以咱台湾。安尼一年甲下一年了后，全世界所有你看得到海的生态，台湾差不多拢总有。啊，你若去美国，你讲要看啊，剩遮侪无同款生态，你伫遐待偌久，你甲西偌远，你到都全部甲看一遍。伫台湾面，啊，何况我足侪阿袂讲，什么红树林，因为海含海较无关的，迄个海边的，啊，所以台湾足侪足侪。无同款生物的状态，利用真短时间、真短距离，台湾摄一林差不多看得到。但是咱台湾含全世界同款海洋，拢有遮尔啊侪危机。四个：第一，鱼啊掠伤侪；第二，大个所在去破坏去；第三，污染的问题；第四，咱活伫即个地球，咱来共同承受咱人对即个环境。所弹出的个物件已经产生气候一定改变。这气候的改变，唔是讲啊、哦，我美国较有钱，我就袂安那。你较有钱，伊就 hurricane 有飓风，飓风一个沙雷，伊规个
酒可能怎啊废去吼？啊，所以咱将来讲鱼啊掠伤济，鱼啊掠伤济是因为咱伤过敖。咱古早时代掠鱼啊吼，你来看船长功夫好，掠鱼就掠有；船长功夫歹，你就脑损。是安那？因为永春伯伯爱看啥？看天色，看水色，看方向，看时间，爱去钓鱼啊。因为海是一个立体，你网啊放落，放外深，鱼啊伫倒。你鱼啊，即马伫20公尺，你网啊放40公尺，你要好啥？所以船长必须要有迄款的知识，知影讲即个时机，即个海域。你鱼啊是伫外深的所在伫咧游，所以你网啊放落，啊而且游的方向咧，鱼啊往边走，你伫遐咧叫鱼，你叫无鱼啊，安尼走来，你含伊无同方向，而且角度你较了鱼，永存拢要靠船长的经验。啊，即卖咧，即卖每一个人去哩，差不多拢会晓，因为啥看鱼探机，鱼探机拍落了，即内底。你爱放网啊，唔免鱼啊，伤少放落，无够迄个成本，卖放。伊放落船，你拖网啊，迄足食烂呢，迄用油用足伤呢，啊，好无就卖放。所以鱼探机一个拍落，都互船长一个足客观的判断。咱即卖网啊爱放偌深，爱放啊唔免，还是佫吹，吹有鱼群，咱佮来放。啊，放的时阵爱先吹角度，鱼啊位在收，啊鱼啊偌深。鱼探机完全无法度甲你掠个准准准，啊！所以鱼啊要怎个代？鱼啊超无地走，而且佫发明这款呢，吼、哦，这款上妖秀，这款叫做一网打尽。洄游性鱼类伊伫游的时阵，拢一颠偌大颠呢，亲身科拢定定安尼。啊，伊安那掠，伊啊吼，就放一块网啊，叫一只船啊去牵迄网头，哦，洗一链，洗一个足大链，等下即母船。啊，两个回合，啊，所以一空一令，把这海拢空起来。啊，下骹嘞，下骹本来拢是空的，伊网也是那围墙安尼，但下骹是收啊白条的。所以呢，你围一令了后，啊，下骹收个缩下来，啊，而且个网啊佫缩下来，无直接走下去。你看，靠，这叫做大型围网。啊，这大型围网来招架鱼的时阵，咱就发现，咱的渔业资源组织管的鱼啊，掠鱼的方式。发明了后，一年两年，鱼仔的数量就愈来愈少。啊，所以咱掠鱼啊掠伤济，是因为咱太敖的。咱的作者发明，就是想要较紧把海内底鱼啊尽量个掠起来，掠了结果就变安尼。咱来看1950年到2012年，这相片，迄阵啊掠鱼啊拢存安尼，即卖还得去啊。海鲜店的外口，种鱼市场大部分看拢是玻璃棒装的，遮大只。永春钓的鲫鱼两人悬，即马一人悬。这船顶永春钓的，你看，遮侪无共的品种，即马拢安尼。所以两个现象，一个就是讲过去拢遮大只，我都钓遮大只，即马钓愈钓愈细只。过去有足侪种。即卖掠的愈来愈少种，啊，所以有一个概念，咱对未来海内底鱼仔的资源的利用必须要改变。咱爱把鱼仔当作含北极熊、梅花鹿，还用狮子等款，把它当作野生动物，唔是咱的食物。咱不用当把这些野生的鱼仔当作食物安尼哦掠来食，免惊，因为你袂把北极熊。讲下昼食饭无，咱来拍一只北极熊来做中道顿，袂嘛？因为咱无咧食北极熊，因为北极熊咱顶头爱甲保护嘛。咱对海内底鱼啊，应当爱有同款的概念。啊，所以啊，咱要食鱼啊，未来来，咱要食鱼啊，照咱的啊未来规划，应当是爱用饲的，因为饲的你有法度去规划，你到底有偌济人要食，爱饲偌济鱼。你海鱼啊，从安尼来掠了后，后摆鱼也掠了了。啊，所以有足侪观念，咱慢慢来改变。譬如讲，有一届伫头城，宜兰头城掠了一摆一只大白鲨。哦，我掠着了，迄船长佫甲大家讲讲，
哦，我这做一个好好代志呢，无这个大白鲨伫海底，唔知食死偌济人。敢有影？咱对大白鲨概念，就伫迄个电影讲恐怖，迄个大白鲨做成有灵性，专门咧找伊原始人要甲搞死。其实大白鲨正常伊袂去咬人，就讲伊伫海来收来收去，伊是食伊的食物，人都唔是伊的食物。啊，人是安来去咬，是人和伊的栖地冲突的时阵，伊才会咬。何况这大白鲨一般拢离海足远，因为伊爱住伫足清气的水，水深有够的所在，遐一般咱人拢袂去嘛。啊，伊甲掠起来，讲你做功德，这观念是错误的。咱啊、时间要到啊，就是今年的尾鱼季搁要来啊。为苏家传开始，布这东港的尾鱼季，啊，布了，大家开始哦，替东港赚足侪钱，大家养成一个习惯。母亲节前后，大家带妈妈去东港吃黑尾，讲要友好妈妈。啊，当年安尼做安尼做了后咧，黑尾本来打开始苏家传的黑尾剧情，一年黑尾剧拢得几万只黑尾过来咧。今年就已经剩一千只以内啊。去年有这个啊广达新迄件事件，本来曹启宏伊想要甲黑尾剧个结束起来，伊要甲第一尾、第一尾、第一尾拍卖，一般拍卖一尾进前拢拍上个好个价钱，拍到五六百万。伊想要甲这个促销掉，但是啊吼，曹启宏做唔到这件代志。后摆行政人员，这就是一个足大个教训。已经大巴肚啊，都爱生啊，袂使大巴肚要共闹体。时间到啊！人开始讨论讲，今年要拍卖，讲唔好咧。去年因为大家要去抢迄个第一尾啊，吼，抢到尾也去互菲律宾给拍死，所以今年无要做这個，所有渔民拢跳起来，讲你打马好了，你无要做这個，啊，阮今年已经安算好要来抢这尾第一尾上届好价，你无爱还做，无到尾安那，渔民拢去县政府抗议啊，抗议到尾啊，做客房只有吞落嘛。因哪有可能和民意对抗，所以今年嘛是再来一届。啊，所以周克宏照理来讲，当时要做迄个代志，代志哪发生有人向拍起的时阵，伊就爱有这个思考。尾鱼季唔是一个好的政策，尾鱼季只是安那，予咱个未来的钱，即几工、即几冬，甲赚赚起来，赚了后，即摆黑尾愈掠愈少，你要甲停，停袂落来。啊，什么时阵有一个好的时机停？就是因为有人去掠黑尾，去予菲律宾拍死。你讲安尼啊吼，咱来重新思考这个黑尾剂的代志。迄、那个时阵真好解决，因为说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威胁啊，搁足新鲜的时阵，你也有法度迄阵有迄个智慧，讲甲尾鱼剂做一个结束，无人会甲你抗议。大家讲对吼，无咱当年去明年唔知道。会可能拍死也袂，尤其迄阵啊，菲律宾根本无要插你的时阵，你也提出渔民绝对会接受，就讲卖啊，咱卖个乌贼啊，乌到尾啊，性命拢无卖。啊，结果唔是，伊拖拖拖拖到今年，人开始尾鱼季要开始也讲，阮研究了，结果经过一年研究，咱安尼做唔对，安尼做渔民冒风险伤高，大家嘛含你避免。啊，所以。这是一个足大的教训。你所有的政策，你也要时间到到要来讲，你绝对无法度执行，是安那？变势绝对给你冰倒的嘛。而且即马中华民国的政，这个、政策，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其实足侪拢是安尼。时间到啊，家己想要处理，你无法度处理啊、哦。所以黑尾对台湾来讲，这款的政策的概念是错误的。伊只是讲未来。二三十年、几百年，会用赚的钱，伫一两年内底赚了。好啊，我好即个东港的人好起来，但是钱开会掉呢？你无迄位过来，遐个钱变呐？你用开偌久？所以，全世界地地研究咱的渔业的资源，其实已经用即马咱消费的量。含鱼啊的数量做一个预测啊，咱无要改变，咱照用即马的方式
用即卖食鱼仔的方式，用即卖掠鱼仔的方式，拢无改变。2048年，完全无大只鱼仔通食。啊，咱讲即个七地哈，啊，即台湾讲袂了啦哈，即美丽湾到尾啊，合理加载哈，即嘛即动物起来。啊，后摆会安那唔知啊。如果台湾民政府无确定甲中华民国即流亡政权甲赶离开台湾，财团含即个政治力量的勾结，咱永远无法度避免即个财团佮甲咱的即个啊七地继续破坏。这是桃园一个啊足特殊的，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有即款的叫做藻礁。那藻礁就是讲藻海藻，伊一般来讲海藻死去了就变灰嘛。因为海底里底流来啥，流来可能一个死啊，一个矿物质。但是这款的海藻是一种特殊的海藻，这款特殊的海藻，伊死去了尸体关在，尸体留伫遮，因为啥？伊是钙化的组织，就是骨头会流落来。这款海藻是有骨头的，啊，骨头袂扬起，继续伫遮，所以变成礁石，一层一层，面顶拢瓦的，啊，下底拢石头。原来伊尸体留伫遐，啊，有法度海藻变成海岸的礁石，全世界无几口藻有这款物件。但是你要看面顶这啥，都用管政府讲哦啊这样吼，咱来保护海岸，从石栏个砍，伫来保护海岸。啊，这藻礁本来就石头，伊就有法度保护海岸，你个砍安尼唔来创啥？但你只要个砍落了，伊拍袂着日头，伊就翘起啊。所以伊砍袂了，就永远后摆迄个藻礁就到这为止，袂阁生啊。存车啊，后摆咧，所以存这款就是错误的政策。你就是讲啊，我为着这好，其实为着向好，这可能是一个工程，可能当初我们的保护项一定要爱护去保的。啊，大家钱开开的，啊，结果安尼砍了，你讲啊，无敢看提掉，台湾民政府执政了，看个石栏提掉，歹势无后，死啊！这款就永远无法度恢复的一种破坏。所以咱作者。海边的啊，工业区其实为着台湾的发展，迄阵啊，咱敢有法度赚这款钱，做这款高污染的工业，因为啥啦？一寡有钱的国家拢不爱做这呀、啊，所以咱做这个工业，咱都要都替这个有钱的国家来生产一寡物件好用，做一寡原料互因去加工，啊，因拢伫因的国家拢做清气的垃圾拢来咱家，咱。迄年啊，马英九含蔡英文的选2011年的时阵，迄阵啊，为着国光石化伫彰滨工业区，每个来说一届，啊，好哩加在迄届，因为要选举，马英九伊唔敢硬硬要推撒这个，推撒这到尾啊，上个好康去财团，就是王永庆诶，台塑遐集团咧做石油的，啊，做石油做做了后。污染拢流入台湾，啊钱好遐好嘅人赚哩，咱台湾人那要做遮衰代志吼。所以咱伫啊整个嘅海岸，其实咱已经经过遮尔啊侪年，台湾经济发展，互咱嘅海岸本来是遮水，起码足侪所在拢变安尼。海有嘅污染，咱唔通想讲海真大，即、這个。永远啊，物件淡，伊家己化掉拢无去。伫地球上啊，咱已经发现两个海内底粪扫场啊，就伫太平洋遮。啊，伊是安那，伊会变作一个粪扫场，因为洋流。咱知地球咧震动，地球伫遐咧洗，逐工伫遐咧洗。啊，洗面顶70%的水，伊当然对咧洗啊。你地球咧震动，面顶的水当然因为。惯性的问题，水也在震动啊。但是水在震动的时候，你也去碰到壁、碰到陆地，伊都要洗翻头啊。所以洋流是安产生的，洋流就是地球在洗的时阵，把水带震动，啊，水带动弄到土地，啊，所以也去洗倒转来，就造成这个洋流。啊，伫北太平洋有两个所在，伫卫星面顶有看到两堆粪扫，这两堆粪扫呢，深度啊，大概。啊，十几公尺哦，这个高度啦，啊，两区啦，啊，你讲咱带落去海底的物件怎？因为花鱼无看，你目睭无看，伫遮啦，
因为洋流的关系拢个收集一只啦。啊，当时个会化掉，当然时间一个久，慢慢当会化掉。但你也要继续安尼等，哈、哦，你得罪到尾啊，海嘛，许个填满了。你看，足侪所在已经海内底，只个垃圾啊，已经非常非常的多。啊，你讲不要紧啊，我滴我袂食着哈，想较水想食着，但是。哎，台生，时间够够我一个，我几点够吗？啊好，好，咱看下只，咱所蛋类海底的物件，最后拢会走入咱巴肚底，包括你看袂到的，比如讲核迄个辐导、迄个辐射落去海底，即马咱是食袂到，因为咱氧气，但海内底生物会甲浓缩一层一层一层，浓缩到尾啊，你食沙司面的时候，你就会食到，所以咱对海。会了解，愈较侪，咱可会用进一步来了解变来的利用，较袂到尾啊害死咱家己。好、哦，啊，今日时间够用，我介绍到这，多谢大家。各位同学，下课休困十分钟。